娘，这我来。爹，您躺下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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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爹，爹，爹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爹的，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又做噩梦了。对不起，又把你吵醒了。我没关系，你再睡会儿吧，现在天还早呢。不了，醒了就睡不着了。那我给你打水洗脸去。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多睡一会儿，白天才有力气照顾我们家宝贝招福啊。你呀，老这么宠着儿子，会把他宠坏的。怎么，让儿子吃醋啊？人家才没有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，这辈子都是我最珍惜的人，我不会让你们离开我的。谁说要离开了？我呀，要去厨房给娘做早饭呢。哎呀，别去了，你多睡一会儿。那哑巴爱弄什么，让他自个弄去。你呀，乖乖的把你身体给养好，再帮我多生几个胖儿子，不要像我一样，从小到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大顺，你怎么会孤苦伶仃的？娘从小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老是这么哑巴哑巴的叫他，他会难过的。他本来就是哑巴，又不是我把他叫哑的。大顺啊，不说好不好？免得把我们家招呼给吵醒了。我的宝贝儿子，你看他睡得多甜啊。你知道吗，我只要一出门呐、就会开始想你，想着想要回来看看你，抱抱你。好了好了，我洗脸去了，你休息吧。大顺怎么就不明白，其实娘很疼他，就像他疼自己的儿子一样啊。这坨子跑哪去了？火都烧到灶外面来了，万一烧起来多危险啊。娘就做好早饭了，多少吃点再出去嘛，好吗？不吃了。大顺，娘是特地为你做的，多少吃一点嘛啊。是因为你我才吃的哦。好好好，为了我，走吧。大顺，你看娘都把饭盛好了，多少吃一点嘛。去了。你也吃。
我下工去了。嗯，小心一点啊。嗯。娘，您别怪大顺，他做粗活吃不惯这斋菜，以后这早饭还是我来吧。娘，您歇着吧，我来。我来，您歇着。您坐，怎么会不累呢？一大半夜起来就给大顺做早饭。您是说大顺小时候也像我一样？像我一样听话孝顺。我听您提过，以前大顺呢都会跟您上山去砍柴，回家还会帮您劈柴做饭。娘，您别难过，您含辛茹苦把大顺养大，他心里一定感受得到，只是他嘴硬不说，其实他心里摆着您呢。娘为大顺实在吃太多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母子和好，要不然娘太孤单了。嗯，娘，丈夫醒了，我去看看。又睡了，不过待会睡醒了我得喂他喝点米粥，我现在就到厨房去做。只希望能够化解我跟我儿子大顺之间的误会。
去，快点啊娘，快走啊，快走啊娘，快点把丈夫抱出去。救我的孙子张福，我是不要紧，可我孙子还小，受不了折腾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救救他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好端端的在这出什么事啊？你们家着火了啊！你说什么？快点的，金大神他们还在里面呢，快点的，快快快快呀，快呀，快呀，快点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张福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张福？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张福？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呢？张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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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在这儿呢。来，张福，张福，我的宝贝儿子没事。我就知道你这小子福大命大，张福，找不到娘了，找不到娘了，找不到娘了，为什么找不到娘，找不到娘？
驼子跑哪去了？火都烧到灶外面来了，万一烧起来多危险呐！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死丈夫的娘的，就是你，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？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？你不是每天拜观音是在念佛的吗？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你的观世音不是大慈大悲的吗？那他为什么不救救丈夫的娘？为什么你害死了我爹，你害死了我老婆，你是不是要把我身边所有爱我的人都害得你才甘心？是不是？不，这是意外，谁也不愿意自己家着火啊，何况是你的亲娘啊！丁大神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招福，自己的腿还断了，你要感激他，不能怪他呀！对呀、啊，不能怪他，不能怪他，别怪他，不怪他，我到死都不会原谅你。大神，大神，丁大神。丁大神，丁大神，丁大神，跟上跟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停停停！哎呀，没打过！哦，臭小子！哇，快跑！别跑！快点，快点！臭小子，追上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！别跑！快跑！啊，放我一把！快点，快点！别跑啊，你们！快点啊！快了，快！招呼快点，快点的招呼，又是金大顺的儿子，金大顺回去再收拾你。招呼都是你，不慎准一点才会打到人，害我们被人家一直追，万一被我爹发现，我一定会被打死的。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啊？你爹那么疼你，你当然不怕了。算了，我们以后还是别跟他玩了，免得找麻烦。嗯，走吧，走。喂，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真是有什么了不起吗？谁稀罕跟你们玩？进来的，出去！谁稀罕你的东西，统统给我拿走！
回来了。哎，江福。啊。你回来的正好，爹酒没了，跟爹上街打酒去。上街？啊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不去？嗯。当真不去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好，你不去，我自个儿去。哎，爹。嗯。记得带我最爱吃的葱香饼回来哦。好，我统统给你买回来，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。快点回来哦。马上回来，把家看好啊。还是爹疼我。田大顺，就这样出来，你看他把我的菜都弄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做生意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怎么卖？怎么卖呀？这也不是太不像话了吧？对啊，住口！你们别诬赖我们家招福啊！谁看到了？他们两个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想狡赖？对呀，对呀，你就别赖了你啊！别赖了你！嗯，好，等着，给我等着，招福，招福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爹，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来追我们，我们逃，怕被他打，然后不小心撞到他们的担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根本就不是故意的。哦，听到了没有？他说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给我赔钱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要不然我们算谁呀？我呀，谁呀？是的，那你真没说够了没有？谁敢让我赔？哎，你干什么假？是你妈，是你招赔吗？你太过分了吧你！赔什么？我们蔡龙官才这样啊！你讲不讲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不讲你，怎么样？好，我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！哎，谁叫我赔啊？大顺他妈，多亏你呀，一次又一次的麻烦。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大顺才敢欺负你。哎，这大顺也不想想，他爹死得早，抛下你们母子俩孤苦伶仃的，要不是你帮他们洗衣服、砍柴、做工，他能长这么大吗？还给他讨一房好媳妇儿。啊，只可惜，反正啊，就是不孝。把你赶到这种破屋子来，造孽，真是！我不孝顺碍着你了，他碍住哪是我家的事儿？你别在这嚼舌根呐，当心有一天你跟人硬成了哑巴。哎，有话好说，干嘛这么凶啊？回去，回你家去。我这就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都没人吵架替人家看脚啊？煮饭去了。假冒婆婆，我来帮你。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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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。假冒婆婆，这个都晒得蛮干的嘛，我帮你收进去。火烧好了，你可以去煮饭了。啊！这是什么啊？
红双笔。嗯，我不知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最爱吃的，可是我就是不要吃嘛。你爱摆哪就摆哪吧，我帮你收好了，快去煮饭，我走了。赵福，吃饭了，赵福，手干不干净啊？快快快快，洗手啊，洗个手啊。哇，爹，今天有鱼肉哎！有鱼好啊，多吃点鱼。啊，吃鱼会聪明，来。啊，那么一点点。爹。哎。我跟你说，鱼要吃鱼头，吃了鱼头才有力气去砍猪。你对我这么好啊？嗯。来，我也给你夹一块啊。嗯。我把这鱼尾巴给你，来。鱼尾巴肉多，你看那么多肉，中间也给我好不好？好好，快吃快吃啊！嗯，还是鱼肉好吃。爹，哑巴婆婆怎么不吃饭啊？别理他，我们吃我们的。哦。嗯，好吃了。好吃。嗯，我还要。嗯哼。啊。嗯。吃菜。吃完了，哑巴婆婆吃什么啊？她没干什么活，也不吃鱼，这点菜够了。爹，嗯，你喝醉了没啊？你还要喝啊？还行啊。嗯。啊。嗯。嘿嘿嘿。什么东西啊，你怎么都不难过啊？嗯，我喝。快点了，不玩了，睡觉去，睡觉去，尿尿去。哑巴婆婆，你吃那么一点够吗？反正我又不要吃，再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嘛。金大婶，金大婶，不好意思啊，
我不晓得你还没有用饭，我想请你帮我看看这双腿，前天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到现在还没好呢，求求你帮我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我就知道找您是找对了，大家都说您的草药比郎中还管用啊。哦，敷完了药会好一点，再给您草药回去，煎了汤喝效果会更好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金大神，谢谢。别吵。爹，你不去床上睡，在椅子上睡干嘛？去去去去，别吵。别吵。你爱睡哪就睡哪。草药啊，烧晚饭的时候不是要生火吗？被我当柴火烧掉了，味道还蛮浓的。哎，没想到丈夫竟然把我辛苦采的草药也拿去当柴火烧了，都怪我太宠他了，好坏不分，以后一定会跟大顺一样。好，谢谢金大婶，你回去吧。好好，你回去吧啊。真的草药烧掉，我现在赶紧去帮那位受伤的村民敷药。
大顺啊，今天怎么那么晚才来啊？这八成啊，昨天晚上到哪销魂去了？哎，大顺，这刀是用来杀猪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大顺，你想干嘛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听够了，你们再乱讲话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掉。哎，大顺，没事，大家自己人，快把刀放下。刚才老板找你，快过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他开开玩笑，谁知道他有这么大的反应，把我吓死了。你们不知道，大顺他非常爱他妻子，他妻子前几年被火活烧死了，他这几年没有续弦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真没想到，这大顺还是个多情种啊！难怪他会这么生气，下次在他面前啊，还是少说为妙吧。就是，你们知道就快干活吧。老板说啊，今天的活比平常多一倍。老板为难你啊？又来向您忏悔了，请求您让大顺有机会找别的工作来维持生计，我愿尽我的力量来协助他改行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